他卖保险去了，这是他让天乐送来的。不是，这战礼只是批准他休假，他怎么还卖上保险了呢？李希成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，有些事情最好你们男人之间去沟通解决比较好，而且他非常敬重你。 你去把它带回消防站吧。哎，看看，哎，看看，哎，来，啊，哎，阿姨，您看一下吧，我觉得这个疾病险啊，特别适合您。您听我说啊，您看这个人啊，南美有少女年纪的时候，现在这空气质量也差，饮食也要健康。您看，您要是买了这份疾病险啊。 他会在您最需要的时候犹如天使一样降临到您身旁，保护着您，守护着您的。您看一下，需要的话您可以打我电话，就在后面，啊。小伙子，哎，我再想想，我再想想啊。哎，阿姨，您拿着就好，我这什么保险都有。阿姨，好久不见，我呢？ 这儿有个长寿险，还有意外险，为你量身定做的。来，支持一下生意嘛。来，我电话号码在后面，都没换呢。啊？你穿这身还真不习惯呢。啊，适应适应就习惯了。来，聊聊。聊可以啊，您买份保险。哎，没有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 现在呢是我的工作时间，这聊天啊耽误工作，除非啊，除非你买份保险啊，你选一选，这好几种呢、啊。你看上面都有。李希成，战礼是给你休假，你来干这个，战礼知道吗？嗨，我已经不打算干消防了。你怎么能来卖保险了呢？嗯，我觉得也挺好的呀。你看我们每天朝九晚五，也没有训练，半夜不用起床。 我们喊喊口号，销售销售保险，一天就过去了，挺开心的。我问你，嗯，你到底想不想去蓝焰？哎，不去了。你就这样退缩了？随便，你想说我退缩就退缩，真挺好喝的，你也喝点儿，多贵啊这一杯，快别浪费了。当初。 招你进消防站，我是觉得你不合适。现在我来招你进蓝焰，其实也不是我来招你进蓝焰，而是我心里觉得，你是一个合格的消防员。谢谢啊，这么肯定我。哎，不过呢，我已经决定好的事情是改变不了的，就别去了。我觉得，现在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好好看一看，买一份保险，真的。 干嘛、啊？你看，还有一份呢。喂，小李啊，你赶紧来趟学校吧，球球不见了。什么？好，我现在过去啊。哎，怎么？球球不见了？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连个孩子都看不住，你还怎么当老师啊？从你发现人丢到现在，过了多久了？快一个小时了。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人到附近找了好几圈，就是找不着，所以才赶你通知你们。你们学校太不负责任了，我要去告诉你们。谢棉花，报警了吗？报了，警察已经在找了。最近球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哦，对了，昨天跟他说要搬走的事情，倒是哭了一场。搬走？对呀，我老公的工作要调回老家了，我们不是要一块回去吗？ 他出了库也没什么呀。西城，一会儿天就黑了，咱们赶紧分头去找吧。你通知一兵，我通知一下站里，看有没有不值班的同志，让他们一起找。快去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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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。我们也一起去到处找找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小姨，哎，怎么样了？家里，家里没有。警察那边也没有消息。哎呀，你们说这孩子到底？
你去哪儿了呀？别着急，急死我了！你现在带球球像亲生孩子一样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一起找啊！走。哎呀，你急死了，去哪儿了呀？就这孩子？对，是的。喂，护长。喂，现场，球球怎么跑我这儿来了？球球在你那儿啊？我现在过来。球球啊，一定要听话，不可以再乱跑了，知道吗？温阿姨，球球就是太想孟叔叔了，所以才来找孟叔叔。球球，你是个小男子汉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嗯，球球会的。李叔叔，孟叔叔去哪儿了？球球啊，孟叔叔去工作了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行了，今天也不早了，人也找到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走。